测试一款德图天目的阳酸性的雌性腔，有一个特别的套管，这个套管是插入阴道里，然后把壳的雌性腔从套管内插入，传到子宫颈中间。咱们接下来来一个实际的操作。先把透明套管上面涂抹点润滑剂，方便插入。好，咱们插入阴道。好，轻轻的插入，然后把壳的雌性腔插入到透明套管内，可以清楚的看到子宫口。找到子宫口以后，把雌性针插入到子宫内，子宫口内，这是一个流脓的地方，就是子宫口。插入，注射精液。